莫卡来出来！哎呦，你免歹势啦，咱拢已经订婚啊，订婚搁叫你报，庆祝咱订婚顺利。你看，这花啊，搁有蜡烛、香氛，啊，搁有香槟，拢是上高级的。当然，这内面上高级的，就是我。妹，你刚才你到底是在创啥啦？ 你还不清楚啊？咱即马只是订婚，还袂结婚呢。你甲房间哈，无够呢？袂输你敢那足饥渴的呢？你看你点么千金小姐矜持拢无，真正会互我足反感的。莫要叫我什么老公啊？我真正听了足阿杂的。嗯？是安怎袂当叫你老公啊？咱拢已经订婚啊呐？你看，这。 信贤哥，过了银行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我嘛是你的人啊。平常时三宝到这么暗，想袂到你嘛是脱衣有肉的迄款人呢。哎呦，我也歹势啦。 我敢那，我敲到一个较细的角度，若是我的手会当骨长一束束的话，敢想我把你倒脚手啊？嗯，好啊。你竟然做出这样变态代志，这样袂见笑，而且搁哪做哪笑，真正有够太过诶！信贤哥，你哪会当对一个查某人？ 讲这种话啊！喂，信贤哥，真正有够缘投诶！风度翩翩，规个人拢是贵族气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风度，是啥会当记住啦？哎呦，哪会有人生得这么好看？不管是徛咧，还是倒咧，拢这么赏心悦目。 你们抓我，姐，别惊别惊哈，我伫你的身躯边。你哪？啊！我哪？ 你足热情诶，毋则会当困到遮尔露面，你应该无甲咱妹代志放袂记啦吼。我可能，这一定是伫做梦吧？若是做梦，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诶，咱妹。 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看了就唔甘的，所以你给我点去，我袂讲，我袂讲啦。
我答应你，这是咱两个人的小秘密。你这……叫你拍下手，啊，不过信贤哥哥，你别跟我讲啊，你竟然对我，好 man 哦，啊，对不起，霸道总裁，赶快。白白是呛虾，哪会气质差这多啦？信贤哥的手足温暖的，伊的嘴唇也足温度的，我一拎起来，哦，真正有够舒适的。那是吴静玉一祸害一千年，搁倒来跟我求信贤哥，我敢要让予伊？无喏，我了无只看佮意的物件，要哪有可能予伊走去？就小的哦。你敢离开啊？要我伫遐叫了我去静玉啊？副总，这间房间这么大，你就让我参观一下嘛。不用啊，你赶出去。不要紧啊，让蒙子先参观一下啊，我得看哦，伊会当对咱的装潢提出一寡意见的。多谢静玉姐，你真正就大方的。其实装潢无啥物问题。我对房间的要求，上重要的就是眠床，因为眠床若是无好，就会影响到我甲我心爱的人本来的气氛。吴信贤，原来你甲廖蒙子一直咧偷来暗去，你竟然敢安尼对待我？阮信贤建的这顶蒙床有舒适吧？赞啦！这顶蒙床哦，一倒落就感觉足高级的，袂输是伫咧为了设计同款。以后不管是想买床头爬床尾好，还是床尾爬床头好，拢会用的。你紧起来啊！